这里是日军司令部，这里是被你们霸占的慕容府。大佐，落ち着いてください。大佐、大佐殿。看这情况应该也没什么事儿，咱们继续睡吧。这儿呢？谁？二仙呢？我在房顶上呢。你怎么来了？月灵已经没了。老弟，我都在干这事。什么呀，那么好的姑娘，该死的，应该是我，应该是我呀。这样人也子说壮着呢，我这段老命留着也没什么用了。如果灵剑在你这儿，能不能交给我啊？我想办法带住程军，也好了结了月里的心愿。支书啊，你尽快考虑，我会再来和你联系的。伏击学生，なぜ慕容を行かせた？一概忠告捨てやる。你和慕容上感情的降降？していません。捨てる。皇軍のこと、自分なりに考えた上で取った行動です。慕容パイを。失ってはなりません。我々日本軍は牽制されてたまるものか。大佐殿、桜子の話はまだ終わっていません。ムーロンユエリーは部品を持っていませんでしたが、きっとどこかにあります。部品の撃鉄を町から送り出す絶好の機会はユエリーの葬式の時です。遺跡に長、部品は餌です。春と猛虎はということわざがあります。早々の列を監視し運ぶものが分かれば工場のありどころがきっと分かってくると思います。そうです、加賀大佐。情况就是这些，二爷，
二奶奶，都怪我，我胡二仙不是个东西。院里这丫头真了不起，为了不将太风茶和指数牵扯进来，竟然拿起了指数的枪对着了自己。我不应该把零钱交给月里，是我害死了月里。说到底都是我粗心大意，让日本人发现了端倪。大哥，以后到了地下，让我怎么见你？二爷，二奶奶，月里最后的心愿是想将灵剑送出去，我都打探过了，这日本人把围仙围得像个铁桶一样，就连一只苍蝇也能飞出去，我就是不怕死也没法出城啊。为今之计，只有想办法骗过日本人，才能找到机会。我想把月历葬在大哥身边，让他给大哥做个伴，趁着送葬队伍出城的时候把庄真带出去。你的主意虽好，但是我担心日本人也会想到。月历他已经走了，日本人还在城里布防，就是为了找到灵剑。月历的葬礼，日本人是不会轻易放过的。太君，您找我有什么吩咐？刘县长，请坐。请坐。谢谢。刘县长，令郎打死了八路嫌犯，表明了对皇军的效忠，我要奖赏给他。这都是应该的，鄙人不敢讨要奖赏。不要客气，刘县长，自从慕容丧效忠皇军以后，得到了好处多少？这是皇军的机密，刘某不便打听。但是虽然这慕容月离身上没搜出什么物证，但他勾连八路这事儿，这是保不了的。聪明的人，只要你证明慕容一家都与八路有关，太丰城以后的生产事务可以你负责。只要太君有吩咐，刘某一定尽力办好。只是这个慕容柏效忠皇军已久，我要是贸然去查他，恐怕有损皇军的威严。可以有一个机会，慕容月离的葬礼。太君的意思是慕容柏会利用这个葬礼把庄真送出城交给八路。受缴了灵剑，八路就会想办法再生产。我们的目的是要捣毁八路的兵工厂，中国成语斩草根除。哎，太君果然高明，您是想利用这次出殡做诱饵，只要跟紧这送葬的队伍，有可能就找到八路的兵工厂。到那时候，慕容家的人他就算是想抵赖，那也不成了。
这件事情你去做。太君放心，我一定尽力办好。刘伯林，帮我处置刘伯林。刘子初，你能干点正经事儿吗？刘伯林，你凭什么管我？你放我出去！你，哎呦，我的小祖宗啊！你，我刚，要不是你趟了太丰场这趟浑水，老子又在日本人面前为难吗？啊！我告诉你，这个日本人这次抓不着八路，不会善罢甘休。你最好给我老实点。我老实什么？我老实，是我杀了慕若离。我是剿匪功臣，你们怀疑谁不会怀疑我的？你少废话，你最好老实点，你给我待着，等冯生过去再说。不是，少爷，你让开我！我告诉你，现在不让你去，拦不住我，放开我！你不想活，老子还想活呢，非得搅得柳家都不安宁吗？你。多加两个人看着他，再加一道锁。我你也锁不住我。哎呀，县长，您放心吧，钥匙我亲自拿着，少爷他跑不了的。你说这节骨眼上，他嚷嚷着要出来，不会真的跟八路有关联吧？属下倒是有点不同的看法。你说，月离送殡，那孟柏绝对不会同意。少爷可能是想送他最后一程吧。这坚决不行。这慕容柏真要是想利用出殡和八路勾连，这要让日本人发现，我跳到黄河我也洗不清。县长，少爷想去送葬，慕容柏一定不会同意。这一旦要是闹起来，肯定就得有一个人出来维持秩序，您不就能名正言顺地盯着慕容柏他们了吗？哎，有道理，妙。月离的东西全在这儿了。从小到大，他从来都没有小姐的家，处处为别人着想，他是不会管我的。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啊！都听好了，县长已经说了，今天谁立了功，副队长的位置就是他的，明白了吗？明白。县长，队伍已经准备好了，可以出发了。你这成何体统？疯疯癫癫的，回去，回去，回去，拦回去，回去吧。刘公子，别碰我，爹，我可月得送殡去。送殡，门儿都没有！爹，你碰我！哎呀，你出子！爹，绝对是我杀的，我不给他送殡，我心里难过呀！爹，爹，我告诉你，日本人杀人是不眨眼的。爹，爹，我可没听你的话，我没有求过你事儿，爹。哎，行了，那你答应我，以后不再跟慕容家的人来往。哎呦，真是个逆子！我再相信你这一回。哼！向左转，出发。刘子舒，今天你送上门来了。就别怪我不客气！住手！听说慕容小姐就是县长家的公子给打死的，这两家都是汉奸，这不勾销国法？慕容柏，慕容柏，我儿子好心好意来给慕容月离送葬，你别不识好歹！刘伯林，杀人不过头点地，月离已经死了，你们还要来恶心他们啊？我今天就说个不字，有本事你们一枪打死我。你别以为我不敢。别以为我们不敢。
大佐、もう行ってしまうのですか。くだな、バカバカしい。そうでもありませんよ。見てください。これは何かをごまかすための茶番ですから。信じてください。最後にはきっといいものが見られるはずです。小島、少将はやはりムールに対して感情的坚强，超过了。木华说：“我是想送送月离。”不可能！木华说：“木华说想。”月离已经死了。你就算是有再多的悔恨，他已经听不见了。你今天这么做，就是想给自己心里有一份安心，是吗？你这份安心不配。二婶儿，我们走。早登局了，在下君府。哎，喂，你个没出息的玩意儿！现在还要跟着走吗？啊！少爷，小島さん、外に出してください。これは絶対ただの葬式ではありません。君の判断が正しいことを祈るよ。さもなく私までがムーロンバイのおかげで君が裏切ったと疑ってしまう。小島さん。在享清福，早登极了。在享清福，早登极了。在享清福。子树，你还愿意跟着送吗？爹，我想跟月离上柱香。行了，人家不稀罕这个。糊涂啊你！人死不能复生，天底下女人有的是啊，像慕容月离这样的，我能给你找个十个八个的啊。爹，您费心了，我确实是坏。时辰已到，云从龙，风从虎。太上老君，听我令，急急如律令，速速下门。棺木放火呢？棺椁必须放置妥当，否则到了阴曹地府，黄泉路上也走不安稳。怨气，怨气，到处都是怨气。怨气在此，他是专门来搞破坏的。刘子舒，你还敢来？不是，正好给月离陪葬。阿姨，冷静一点。慕容阿姨，你看，你看，他们在打架。
们要不要上去？不能让他们。太君，他们在那边。这就是你们给我看好戏，别跟这儿来，你们继续在那儿打。刘县长，我本来以为这回能给桓兄立功了，原来傻的孩子也不一定套着狼啊。太君，只要您再多给一点点时间，只要这个慕容家是真的通共，他一定会露出马脚。滚蛋！牺牲的，大家一定不会忘了的。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跟小鬼子抗争。终有一天，我们要将所有的小鬼子赶出中国。这事怪我呀，月兰要是知道了，还不知道该多是伤心呢。这事不能告诉月兰，月兰脾气倔，她要是知道了，肯定冲进危险，跟小鬼子拼命。这么大的事儿，想瞒也瞒不住啊。对了，刚才芷书和我说，他要去和月兰说，所有的后果他自己负责。他人呢？一个人在河边那伤心呢。这事谁也不许说。至少先让月伦修好机关枪。机关枪的装置是月里用生命保护下来的，我们不能辜负他。就按月叔说的做，我去找子叔谈谈。回来，老子的脑袋也得让日本人给砍喽！县长，您消消气，消消气。报告，进来。找着没有，刘县长？哎呀，我带着弟兄们里里外外把能找的地方全都找遍了，那是上上下下，到底找着没有？没有。
刘县长，片野大佐可是把话说了。怎么说的？两天之内要是找不到柳公子，拿你试问。24小时城门严密把守啊。你俩一起的啊，老总，他是我伙计。真臭。嗯。滚滚滚。走啊。滚。帮忙卸货的时候让他们小心点啊。好。刚才小岛跟英子说，两天后他们会用卡车把军火运去济南。师傅，这小鬼子现在对您是完全信任了？不是，我是说连运军火这么秘密的事儿他都不避讳您啊。他们在一边小声说，我听见了，要尽快把消息传出去，不能让他们把这批军火运出去。这孩子不会真的去了八军的兵工厂吧？哎呦，这不会傻到这份上吧？县长，你说说，他不会一直待在慕容家的坟那儿吧？啊？陪葬了？放屁！赶紧去派人，再去坟那儿找一遍去。是。从娘家回来了，臭死了。什么臭死了？你儿子子舒。你是说子，你看见子舒了？在我那儿呢。哎呦，我一开门给我吓一跳啊，那臭的睡得跟死猪似的。好，太好了。太好了。哎，他要是知道我是谁，你柳伯林可吃不了兜着走啊。我估计我回娘家这些日子那小子肯定也去过。他怎么知道那儿的？他怎么知道那儿的？你得问你自己呀。行行行行了。贾警长，带几个人马上跟我走。哎哎哎，这就走啊。我都想着呢。什么？
开这个。哟，正好。回去把所有的门锁都换了啊！你知道。慢点，哎呦，对不起啊，多有打扰啊。奇怪，老爷今天跟不认识我一样。哎呦，我好像被谁吓着了。哎呦，你说刘公子会不会中邪了？说不好。反正上次我有个朋友去了趟饭店，回来就抽风了。信，没事了，现在咱在家里头了啊，爹陪着你，你平安回来就行。我明天就叫人给你驱邪啊，驱了邪，就不会有人缠着你了。还真是中了邪了。刚才道士不是说了吗？把这喝了啊，喝了这就百毒不侵，万鬼退避啊！哎，喝了鬼就不会缠身了。来，再来。好。爹啊！你别说，感觉跟马上就不一样了。哎呦，这给我喝一口。好。哎呦，来，慢点。哎呀，你看看，我早都跟你说呀，别干那共产党了，早晚他得完蛋。你看看你白天那样子。差点把自己小命给搭进去。来，哎呀，爹，我也不知道事情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哎呀，没事，好在你幡然醒悟了啊，杀了那个慕容月离。哎呦，这个慕容家说什么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你看看他们家现在的样子。这慕容柏跑去当了汉奸啊，他这个侄女儿却跑去抗日干八路，这一家子乱七八糟，以后就远离。爹啊，这回我杀了慕容月离，这慕容家肯定恨死我了，恨不得吃的我的肉，喝了我的血，他们肯定不会跟我亲近了，我也不会跟他们亲近了。哎呀，你就跟爹说个实话，以后还干八路吗？爹，干什么八路啊？那要枪没枪，要人没人的。我真的觉得啊，他们打不过日本人，我对他们没有信心。好。哎呀，那既然是这样，那就去干警察局长。爹。警察局长，这能轮得上我？那陈汉生死了，有啥轮不上的？你别看从这慕容月离身上没搜出什么，可是日本人坚信他就是干八路的。哎呀，好，你杀了这个慕容月离，不但给自己洗脱了嫌疑，还立了大功了。有你这大功。再加上爹的本事，在从中斡旋，那有啥担心的？那子叔只能仰仗了爹了啊！哎呦，你快靠着！哎呦，好好的啊，这才是爹的好儿子。
天也大作，我儿子以后的前途就拜托太君了。很漂亮的珠宝，性格，警察局局长吗？谢谢太君，我们父子连心，以后一定尽心尽力效忠大日本帝国，治理好本县。可以。我说没问题吧？不到一天时间，我儿子成警察局长了。怎么样，经理？柳局长好。陈汉生死掉了，本来他的局长位置应该是你。不敢不敢。其实我一直认为柳县长儿子的身上有很多疑点。那你还让他当这个局长？没有证据，但是我还是让他当了这个局长，你明白吗？我明白了。太君，你是有意让他当这个局长，好让他的狐狸尾巴露出来。高，实在是高。如果你可以找到证据，这个局长你可以。谢谢局长，谢谢太君。子舒啊，哎，今天晚上我给你安排了几桌酒席，庆祝你就任警察局长。你是本县的警察局长，你爹我是本县的县长，除了日本人，这就是咱们爷俩的天下，可不能拖爹的后腿。哎，爹，您今天晚上都给谁下请帖了？有没有请穆家二爷呀？请他干什么？咱们跟他们家有过节，你不是不知道。爹，这一点呢，我还真不是这么认为。你想啊，这穆家二爷可是日本人眼前的红人，他跟咱们呢又是抬头不见低头见。我觉得啊，这个结呀，能化解就化解。那句话说得好嘛，冤家宜解不宜结呀。你小子，这还说起来一套一套的啊。嗯，有道理。你去请，但愿你这好心啊，别让慕容柏给你当成驴肝肺。行，这怎么不对啊？你怎么回事啊？仔细看看，这个位置的尺寸。说。那，对着这个啊。就照着这个做。这刘子书当警察局局长了，给您下了请柬，让您晚上去燕语楼赴宴。请我赴宴？啊，你们不是定的晚上找我们要接头吗？看来他是脱不开身来见我。干啥去？你真要去燕语楼啊？不然怎么办？这不能去。权威县的人都知道刘子书杀了玉丽小姐，您这么去不合适啊。再说了，这万一是鸿门宴咋办？我要是今天不去见他，等到明天、后天就是小岛运送军火的时间了，我怕来不及了。必须得去。来来来来来。哎呀，来来来来来，哎呀，刘县长啊，子舒，哎呦，不应该叫子舒啊，应该叫柳局长。来，我敬你一杯。哎，来来来来来啊，哎，你看，从前这还是个学生呢，一转眼都当局长了啊，这叫叫
青年才俊啊，这都是县长教资有方啊。来来来来，是吧？贾警长，我见过你，我知道。我先喝为敬，啥都不说了，都在这酒里了。哎呀，我们一起来。你们吃吃啊，别客气。哎呦，慕容二爷来了。哎呦，多谢多谢，赏犬子一个面子。来来来来来来来，柳县长的酒我可不敢喝呀。月离刚死，你就在这儿大肆庆祝高升，居然还敢跟我发帖子。慕容婉，我请你是给你面子，你说这话什么意思？给我面子？我看你这是公然挑衅，把你的帖子打回去。风飞扬，如此好时光，把思念放逐天涯，仰头望，眼中有泪，有泪不轻弹，只因背负家国难。心向往，儿女衷情长，用挚爱去疗伤，痛断肝肠，慷慨悲歌，悲歌歌几曲，国破山河在故乡。天大地大，一颗心却放不下对你的牵挂，面对面沉默，背影是忧伤。纵然千般柔情，纵然千般柔情化飞缘，终会半生苍。面对面沉默，背影是忧伤。纵然千般柔情，纵然千般柔情化飞烟，终不悔半生苍。你向清风岭找七四，让他去八路军找陆队长传个消息。如果日军押送这批军用物资经过十里坡，这个位置十分容易打伏击。我想干完这一票之后，和我的弟兄们加入你们八路军。気をつけろ、ゆっくりやってくれ。はい、こっちも運んでくれ。気をつけろ、ゆっくりゆっくりだ。ゆっくり頼むぞ。二爷，让我告诉你，装军工的卡车从东门走了，从这个门出去，不是军工。不是军工。